世界充满许多异象，这些异象往往无法用科学来去解释，仿佛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内。本周主角，他梦中所传递的讯息，符码，都是要让他们的人离开这个虚拟世界。但是里面又有几个人，他用很多种方式来去说服他们要去留在这个世界中，而且也要跟本主角说这些梦都是假的。他们就想要用这个方式来去操控人的意志行为，然后让他们拘留在这虚拟世界中。本作在编写故事脚本时，将夜宿也同时纳入考量，并针对漫画的阅读顺序以及分格分镜去做调整，再来进行描绘上色以及拆解元件的动作。拆完之后，就把全部汇入 After Effects 中，依照动态设计表来制作格式各式的动态表现，最后结合原创配乐以及翻页设计，完成一本动态漫画。这次专题制作，无论是概念发想或者是脚本设计，我们一定要不断地透过讨论去发现里面的问题，而要解决这些问题，都是要再次的讨论，要从各种不同的意见当中要去寻找同样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找到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法的方法。本创作研究成功的将传统漫画化成为动态漫画，为忠于作者的漫画创作，动态化的阶段保留原作之图像、文字和分镜，并利用同动态镜头的优势，将原作二至三分格才能表现的画面在一个镜头内完成，是个不可多的团队创作经验。